王旭体育7月31日宣退役后的斑马王子皮耶罗把家安在了美国洛杉矶。正值欧洲劲旅造访美国参加国际冠军杯之时，皮耶罗亲临现场观看了巴萨训练，之后他又观摩了巴萨与热刺一战。接受新媒世界体育报采访时，皮耶罗小称愿付费随梅西训练一天。皮耶罗谈到巴萨时神采奕奕，对阵热刺时巴萨动力十足，他们开局非常好，年轻球员表现得也很出色。当全员回归后，巴萨将会是一支完美的球队。我坚信巴萨永远是欧冠夺冠大热门，因为他们始终很伟大，且有着不可思议的阵容。巴萨才打了一场国际冠军杯赛，之后他们还会迎战罗马和米兰。当被问及是否愿意花钱和梅西搭档时，皮耶罗笑了，我愿意，我甚至愿意只为和梅西一起训练一天付费，在梅西身边踢球一切都变得很轻松，梅西太强大了，在我眼中他一直是个梦幻球员。皮耶罗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献给了尤文，他如今还心系斑马军团。随后他谈到了 C 罗和尤文的话题，我认为 C 罗的加盟对尤文来说是一笔重要的签约，尤文阵容已很强大，有了 C 罗无异于如虎添翼，尤文能在欧冠联赛中突破那是尤文主要目标，有了 C 罗后尤文的夺冠希望更大了。牛牛 CN 的免责声明，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，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